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月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，它是李白举杯邀来的知己，是杜甫遥寄思念的乡愁。但是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呢，有一轮明月却是与众不同的，它寄托着我们华夏民族的家国情怀，它是秋风大漠里照亮了铁马孤城的天灯，是边关寒夜中慰藉过沙场男儿的温柔，它就是边关塞外的那轮明月。关于边关月色的诗作有太多太多，而在这浩如烟海的作品之中呢，有一首就显得非常特别，它被明代的文学家李盘龙赞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。下面我们就来一睹它的风采。出塞其一，唐王昌龄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《出塞其一》。和很多边塞诗一样，这首诗呢也从苍凉的边塞景色入手，第一句就展现出了边塞独有的壮阔雄浑。黄沙大漠中一轮皎洁的明月照彻了塞外的关隘。其实月和关是古代边塞诗里非常常见的意象，李白的《关山月》中就有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的诗句。王维的《陇头吟》中也有陇头明月迥临关，陇上行人夜吹笛的描写。明月照城关的例子数不胜数，但出塞中的这句秦时明月汉时关却被后人誉为唐绝第一，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来看月和关之前的这两个修饰词，秦和汉，这两个时间限定词一写出来，就使这幅月下关塞图变成了时间中的故事，表明从古至今，明月始终在映照着关城。诗人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下笔，自然形成了一种雄浑苍茫的独特意境，可谓是神来之笔。我们继续来看诗的第二句，这里诗人将时间线拉长，和之前秦汉的时间相对应，一句人未还，道尽了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最后的两句诗人一气呵成，气势流畅，如果当时还有龙城卫青、飞将李广这样的大将军立马阵前，势必不会让敌人的铁蹄跨过阴山。这两句话振聋发聩，掷地有声，表达了诗人想要保家卫国的雄伟壮志和对人才的渴望，豪迈中又带着些许悲壮。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这么四句，但是情感连接紧密，由景入情，逐渐深入。诗人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，把写景、抒情、叙事、议论结合在这28个字当中，使全诗的思想感情既丰富又复杂，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。其实啊，所谓文字之美，不需要浮华的辞藻，只要将最平凡的语言用在最准确、最关键的地方，就一定会直击心灵的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从江南水乡到塞北大漠，每一个夜晚，人们望向天际，明月的清辉都会洒满心头。这如水的月光在人世间已经流淌了数千年，它是王昌龄笔下苍凉雄浑的出塞，也是清代画家华岩心中那一缕异域风情。这是华岩晚年的一幅传世之作《寒驼残雪图》，画中表现的是一个寒冷阴霾的雪夜，天边月色凄清，一只鸿雁展翅高飞，远处凋敝的树丛在漫漫雪山的衬托下显得更为萧条。近处的帐篷里有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行旅之人正在向外观望，旁边一只瘦骨嶙峋的骆驼正在低头吃雪。细细品味这幅画，会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，比如天边的月亮是一弯残月，月下的鸿雁是一只孤雁。残月孤雁，原来画家一开始就以这种凄凉的氛围为全画定下的基调。往下看，画中的人物也和我们在多数的古画中看到的不大一样，他高鼻梁，卷头发，胡须浓密，似乎是一个西域人。他的骆驼骨瘦如柴，这一路想必啊也是艰难跋涉，忍饥挨饿的前行。色彩上，画家以淡墨渲染出了天空的昏暗，雪山则处理成一块没有路径、没有山石的留白。但如果只有留白，不免会让人觉得有些单调。于是呢，画家又用饱含大量水分的墨笔点染出几丛色调灰暗的枯木。惨淡的天空、纯白的雪山、凋敝的树丛，这三者对比鲜明又浑然一体，为画卷增添了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诗意。边关的漫漫黄沙中，千百年前的金戈铁马早已化作了尘土，塞外的滚滚狼烟里，曾经名垂青史的忠臣良将如今也都散入了清风，只有那轮高悬在空中的明月，他执着地站在夜幕中，不知是看惯了这红尘俗世，还是在与你细细诉说。